2015年，广州某建筑工地意外挖出一座神秘古墓，于是闻讯赶来的考古专家们迅速对古墓展开了抢救性挖掘。随着墓室周围的夯土被逐步清除后，一扇巨大的石门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面前，这也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都激动不已，因为这种墓室风格是元代独有的贵族墓葬，这也预示着墓主人生前一定非富即贵，墓室内也一定埋葬着许多宝贝。于是充满好奇心的考古专家们请来了一台吊机，将墓门上的封石吊了起来。这时墓室的真实样貌才终于展现在众人眼前，而此时看见完好无损的墓门，专家们更是欣喜若狂，因为这意味着这座古墓从未被盗墓贼盗掘过。此时专家也带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了墓门，却发现墓室内部竟然一片狼藉，棺木也散落一地。此时专家们的兴奋之情也瞬间被打破了。随着考古的继续挖掘，考古专家发现墓室顶部竟然镶嵌着一面铜镜，这可是元代丧葬制度的一种象征，寓意着墓主人死后可以免受灾祸以及避免墓室被盗。然而墓主人这一妙招在几百年后的考古专家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。当考古专家们将墓室顶部剩余的大理石板拆掉后，此时墓室内的景象才一览无余。只见两幅鲜红的棺木横七竖八地摆放着，而其中一幅则破损严重，就连墓主人的尸骨也散落在外，而另一幅则保存完好，但在角落里出现的一具无关骸骨却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。难道这是盗墓贼的尸骨吗？在经过一番观察后，墓室内并没有发现任何盗洞，于是专家们分析这具骸骨可能是生前陪葬墓主人的侍从。于是考古专家们带着好奇心打开了另外一具保存完好的墓棺，而这口墓棺里除了墓主人的骸骨和几枚铜钱外，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，眼看没有值钱的东西出现，考古专家们也带着许多遗憾与失望结束了本次考古工作。